会清台，也比清水数落开，可比东山开东剑打得太深。哦，剑大一个，不恶贵安徽，回想战斗时，海贼恶人将，不应该了乱。往亲白马城里去，众位兄弟结拜，领得同心，这地海贼乌眼枪，如今海贼计谋，各位兄弟同心，建设山河。年初时，由我奉兄老弟愿，这将浩瀚江山，我家庭王爷主持，全身记忆为国效劳，吃军红禄。担保军医，就是我该做之事。镇守点在险要边关地，清早起来真奇怪，无风水旗自摇动，莫非什么款的事情来报？连下探出马，从我里去打探军情，至今并无回报，再出书报。不，这无风有事情不妙，何事不妙？各类各妥协。好哩，哥来哥偷钱，哎你哥来哥变马，也太不是，也也该也变来对这宝贵，也莫非你想吧，我变天价死。元帅你好，兵来从东，水来土安，出兵就提兵马来临了，准备飞开大驾，带枪扫。
所在有了几个火箭台的技术，虽然三五点分不出这个消息，为了国家发展，大家可能都受不大，好大当大一样耶。
国烦恼，港府来吃厉害，屯龙武艺是他对手。可是咱颜色了，正有出枪，再无不采用，看你有勇无名哦。雄兵未来，不如我来先看看出手，安排地雷炸药，我对付你就是来人了。